看一下，我稍微自己私底下练一下等级哦。现在好像26等了吧？那等级其实不会难练。目前为止啊，然后呢，稍微有强化了一些自身的装备之类的吧。地铁，我们要去地铁惊魂，就这里。我现在的威力已经可以完全完虐普通模式的地图了吧？那都一枪死一只欸，可以完虐了，可以完虐了。啊，怎么会有机器龙啊？那什么东西啊？啊，连蜘蛛都出来了。我看今天可不可以直接破关啊？为什么？怎么又变电刀了？因为换武器啦。换了新武器去了。因为这一把的武器攻击力跟能力比那一把光剑还要强。呜呜呜呜呜！呜呜呜呜呜！呜呜呜呜呜！子弹不用钱。哎呦，利卡出现了，近距离打一波，还可以，我的血量撑得住。结束。哦，要死了！吼吼吼吼，一个不注意，我的血就要归西歼敌喽。你哪里？踩箱子游戏，啊！要抱着随时可能被秒杀的心情。布丁无克，布丁，你不是四级等了吗？可以玩玩看荒野行动，不行，因为已经很多人叫我玩了，我都拒绝。啊、荒野行动啊，不就吃鸡？就很不喜欢玩那种游戏哦。我跟你讲，那种讲过的那些事情啊，还是会有人一直问的啦。荒野行动、传说对决、极速领域，然后 PUBG 啊，再可能之后要出一个什么和平精英，哎、欸，通通拒绝。泰迪斯来看一台黑猫，你好，手机版那可拒绝。这个也是被问到烂掉了，啊！这已经被问到多么久了吗？啊，被问了多久了？而且还很好笑哦，手机版已经出了将近一年了，才有人跟我讲说，老头，我发现阿克有手机版，对啊，已经出一年了。哎，他家的网络应该是波接的。啊，老头，你知道 ARK 有手机版吗？已经过一年了，哎、欸，过了很久了。
波接网路，波接在里。恐怖游戏哦，哎、欸，我最近又找到一两款不错的、欸，哎，考虑开个直播了。但是我就不先透露是什么了，好不好？真的啊，不透露了。建议要开护盾哦。咕噜，是谁？哎呀，寄生兽。它寄生的这一台列车吗？I can't relax. I need to stay on guard. 哇，这么小一只有血量这样子。G fight， 二零古堡 G fight 有没有？哎、欸，它分裂哦！哎呦，越打越分裂。我感觉还好啊，他还来不及分裂，然后就分裂完全就被我打死了。哦，来不及，哈哈，哦，好险，位置没站好。砍砍砍！快乐棒槌，应该是说我现在装备蛮强的，打他跟切菜一样。完全就是压制啊，火力压制。冰住我！结束。然后往哪边走？听说泰坦降临三年底会出，有出了再说啊！真的，出了应该会买啦。我跟你讲，就算我不买。我应该也会被烦死，我觉得我会被烦死。这什么东西啊？怪物躲在箱子里面。看这个场面。Chinese food was great. 哎呦！ I used to come here with Anna. 我和安娜来过多次，约好结婚纪念日再来。I wonder if we'll still get to do that. I guess I'll just keep holding on to that dream.他说：“我们约好结婚纪念日会再来，我们还有机会吗？”他说：“他觉得有机会。”你唐人街都毁掉了，你有什么机会啊？你是脑袋有洞是不是？唐人街的人都死光了，你觉得还有机会？是哪里的唐人街啊？平行世界的啊？啊、哦，直接中国僵尸了！哈哈哈。这也不太对吧？你是僵尸末日，你把中国僵尸搬出来，啊，到底是有几种病毒啊？唐人街的 BOSS 很难打，我不信，我才不相信，没有什么事我打不了的，没有一拳不能解决的问题，如果有，那就两拳。我就敲爆你，敲爆给你们看，好不好？说来就来，哇，
有够大只的，这个可以。 You stinking freak! Your killing spree stops here. 暴鳞龙，打！我要发生什么东西啊？哎，我觉得他这只龙设计还蛮帅的吧，我觉得啦。 守卫一下会比较好打一点。哎，血还真多啊！<笑>慢慢敲。他是不是自己回血啊？我怎么感觉他好像有稍微回血一下？我就乖乖拿霰弹枪好了。 把他盾给打掉，氪金之力，有没有？我就说嘛，有氪金有差，没有打不赢，只有你氪的重不重？<笑>怎么会是西方龙？对啊，我那时候我刚看，我以为是那个中国龙哎。 就是那一种像七龙珠那一种，哎，就来了一只西方的，你都做了中国僵尸了，你怎么不弄一只中国龙呢？啊，不是奇怪了？还是说，还是说他很怕到时候做了之后被中国人那边说什么？中国龙是我们龙的传人的象征。 居然把它做成怪物，污秽了这个神圣的神圣的神圣的什么神圣的神龙，我们决定要抵制啊！他们是不是怕因为这样子啊？会这样吗？因为我记得好像曾经有发生过这种事情哎，我真的觉得有点无聊啊。忘记是哪一款游戏了，然后好像就因为这样子。 啊，他们就可能稍微敏感了一点，就觉得神圣的中国龙被拿来当成什么什么的，然后就美颂说要抵制这款游戏，哎，啊干嘛这样子？又没有说侮辱什么的，啊就只是被当成敌人，这样子也不行啊。 中国人没翅膀，为什么僵尸尸变会变开枪？这个我之前就讲过，我也觉得很奇怪。嗯，这个我也觉得很怪。哈哈哈，有人讲到重点了，中国僵尸还用走的，不是应该用跳的吗？没有错。 好，我们可以到下一关哦哦，妹子妹子哦，当然当然，他拿我来当消遣，我感到生不如死。什么叫做他拿我来当消遣？我怎么觉得好像有点母汤？他一只龙拿来当他，把他拿来当消遣对象，是要消什么遣？到底是有什么遣可以消？
真的不懂哎，你们可以教我吗？为什么他会说他拿我当消遣，感到生不如死？正牌的爱打王，哎、欸，还蛮像的哎，爱打王被消遣了，教他怎么排毒？我有，我女儿想要你的签名照，嗯，签名照哦。哎、啊，要怎么给你签名照？要去军事基地。这句话意义不明，我也觉得意义不明哎。And try again。好了，剩下这条路了。好，这边有怪物，就是这一条了。为什么总是不尽人意呢？哦，这条路原本没走过，是不是？这决定是上帝给我的考验，我要忍着，我要忍着。哦、有人说右边没走，那就这里了。干，看到这我就很讨厌这个关卡。好啦，狗狗不要吵。好啦好啦，乖乖乖，吵死人了。终于，终于，我可以进去了吗？来自精英守门哦，守起来，守起来！嗯，哇，打完了。机械蜘蛛哥，哇，那个尖刺我要小心了。你的感染值超过90了。哦、他觉得我已经快要变僵尸了，要把我干掉了。什么启动什么清除程序，完全看不懂。哦，先发制人哦。Oh my god！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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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嘟！哦，痛！我的大补是补2100，哦哟，开始变好痛哦！我刚是被那个他的机械炸到，是不是啊？手枪子弹有13800，不知道干嘛，那杀伤力有点低啊。我要换手枪吗？1800，1800再射。
一千六。结束。哦，终于打完了。好，这个点完了，提升20%更换弹夹。我们接下来开始要点这里了，没问题。出口呢？每次打完王的时候都不会告诉你出口在哪里啊，都要你自己找这样子。下一个章节。啊，第14章了，我要前往基地。哎，拉雅安安，老头好久，玩好久，一堆没看到。其实也没什么啦。满意到时候会捡的。哎呦！是什么？大叔，你是活人，你在这里做什么？哼，我还死不了呢！我要杀光这些僵尸，他们破坏了我那些，他们迫害了我那老婆子。可恶，这些该死的丧尸，你受了伤了，与我前行。我只求丧尸给我杀，看你身手不错，愿意跟你一起战斗。哦，哇！哎，我还要帮他配装哦。哇塞，这游戏暗黑破坏神是不是？结果第一关教你做炸弹是做好玩的，对啊，有没有？后面很多地方都完全用不到炸药，欸，只有前面还开始需要一点点，然后后面完全遗忘了这个东西啊。真的呢，到了后面真的完全没有看见需要用到，欸，所以到底是怎样？终于要用到了，说曹操，曹操就来啦！哎呀，您这小淘气，才刚准备要吐槽而已。不好意思，我错了，大哥，我真的很抱歉。所以到底可不可以前进啊？哦，可以。快点加油，伙伴！弄死他！赶快到基地里面去啊！哦，应该到基地了，耶！终于。结果后面跟你说有巨龙要用炸药先输出一波伤害，变成魔法去了。太复杂了吧？现代化军备。Those soldiers are all monsters now. 士兵都变怪物了。从城镇打到基地。I need to get into that base to look for more clues. 啊靠腰嘞，按错，一次做了6个。啊，随便啦，反正迟早用得到嘛，不用那么麻烦了。随便啦。炸看看可以炸出什么嘛？反正就炸垃圾出来，全部拆一波。绿色留着干嘛？我们家伙等级也不到啊。杀 KO！ 原来里面有生命体，难怪会自动攻击。其他都是生物改造的，或许吧。你看这无人机，我觉得应该也是生物改造的。
有血有肉。Oh my god！ 痛死了。哦、oh! ，what？ 太突然了吧！我是这里的老大，哎、欸，我这时候无敌状态，我都没事哎、欸。这是机密，你不会知道的。我现在无敌状态啊，大哥！哇 ！Oh my god！ Oh my god！ 啊，旋风斩！哇哦！是男人就肉体上的打斗啊，赢了！哎、欸，我赢了，你还在敲是怎样？走开啊！结束了。下一关。航空母舰。哇塞！你看我们这个农村的大叔，农村的老阿公，从陆地跟我打到航空母舰去了。嗯？怎么会有 Sekiro？ 游戏连 Sekiro 都加进来了。Ikuso Sekiro， 在下伟明一心。航空母舰的铁甲武士，对，很完全没有参考根据当地会出现的东西种类，纯粹就是我他妈想加就是加，你管那么多。是阿公敲炸弹，老头要远离，被阿公弄死。啊，原来他才是这个游戏的主角啊，主角光环呢、欸？那波及到我了。这边千万不要开枪，不然阿公会 key 挡。干，阿公啊，阿公不要，阿公我求你了，直接扣2000多，难怪我刚刚直接死掉，妈的，可怕。阿公真主角，他就直接说：“哎、欸、哎、欸，你看，你看这个，哎、欸，你看这个，啊啊啊！不要不要，阿公不要，真低猛！我、哦、看到飞弹，我就要赶快闪远一点了，别打哦！哦，你 ，shit！”Jesus Christ， 给我点破关的尊严好吗？妈的！滚！鸡巴毛！马龙！惊兆！惊兆！惊兆！不一样，这条路一看就知道打王了嘛！哦，最顶端，哒啦！哇，后面有阿麦，阿上面那谁，迈克杰克森。I'm looking for someone. I'm not an intruder. 我来找人，并非入侵。军方执法启动，打王时间，完了我会不会死啊？感觉好像蛮痛的样子呢。变成一颗球，避雷，避雷。
我怎么有种感觉 ，BOSS 比较好打的 feel。 只是血比较多而已啊。2000 years later。 应该是我装备比较烂吧，快死啊！啊，完了又要补血了，我操你的！五三小，五三小，烂东西，他怕 AK。 没办法，我的武器没有什么 AK 啊，如果有我早就用了。啊，打到手酸，干。啊，特殊幸存者，啊，这不是那个什么英国总统夫人吗？还是哪一国总统夫人？啊，这个不是那个麦克杰克逊吗？好啦，三位特殊幸存者，我们是不是已经一周目了？啊，终于我一周目了。 等一下，疲劳欸，出口嘞！哎，又一个，你是谁？年轻猎手，我是住在这附近的印第安人，他们抓走了我的孩子，是谁？那些僵尸？不是活着的人。 他们说，为了拯救人类，要从我的身上提取抗体，不允许他们这么做。被抓走的还有其他人吗？好像还有很多幸存者都被抓走了，我得找到线索。他们被转移到监狱去了，我正在前往。我与你前去。困难难度开启下一章，请回避难所。 所以说，这后续还是有剧情的啊。